掉啦，给你掉，我们有讲不给你掉哦。超鸡掰，我们 try meet 要嘛？干你老师耶，鸡掰！哎，你几岁？放地址，你配吗？还十二吧。来丢地址啊，我们 try meet 丢你啊嘛，嗨呀！你后面人是谁？你后面人是谁？你叫你进来，你叫他进来。你妈的臭黑呀！你要不要叫医生？你要不要叫医生上来给你比数值？请医生，你上来。你妈妈死了没有？真的是。看你那，你的脸有点丑。哎，你不要每次拉那狗哎，那狗。丢，你狗很丑啦！笑死我！你狗很丑，真的，你狗很丑。哎，我的警风大又来了。哎，把我家狗上来嘞，丢在破盖仔哎。哎，你怕了是吗？这么你要教他？你叫你的破盖杰森吗？超级白，我叫我的人呢。笑死我妈的！哎，你死了吗？人家叫你跟我一 v 一 r， 弄一 call other people。哎，我妈，我吃啊！操你妈的，这么他妈不赢啊！我干你老母也鸡巴呀！哎，你不要只看你要吊水单挑什么？你吊水没有用的嘞，其实。你回家睡觉啦你。啊，你要给我红是吗？你是不是要给我红？我问你一鸡巴的，你是不是要给我红？是不是？谁要红？你是不是要给我红？我可以上吗？真的，整个博点点啦，怕我干死你们呢、欸。哎、欸，你一条你一条懒叫你干这么多白费，你不累的咩？你的 sperm 都射出来、欸、你是 sperm 射出来，射到你水是不是？超级白才生到你出来了，你我没有生你妈妈，你将走出来。你没有生我妈妈，你这样小，我妈妢四十多岁，你就那个14岁罢了啊，12岁罢了哦。哎、欸，不要一直喝水啦，你是不是喝羊水？你要本事你开 camera 跟我讲话啦，露你脸，像我这样超级白哪干你老母也鸡白。其实嘞，我刚起身啊，就露脸肯定是比你帅那么一点点啦、啊。你在 A？ 我叫 Jason 给你比素颜。你信我砍你吗？击败你！你信我砍你吗？我不要每次我来啦！我怕你啊！你在直播露刀，过难丢啊！击败我在我家，你在你家，你来我家啦，板！你砍我啦！来，来砍我！你有本事你来，你丢地址吗？你信有人到你家吗？臭鸡巴！你拿到，你拿到叫姑姑，真的，你拿到叫姑姑。直接一夜爆红啊！我确实是很红了，鸡巴。红到哪里？多少粉丝？全世界吗？他多少粉丝？点了你，鸡巴你！他多少粉丝？屌毛无声！你不要乱来，给我啦！哎，还多少粉丝喂？千多啊，千多。Oh my god！ 还有两个 account 呢。然后是他一个比较多，一个比较少。他这个比较少。我的我不开五天罢了，一千。哎，我也要，给我上一刀一千可以吗？不是。妈的，我五天一千，你也臭鸡巴五年啦，干你老母也鸡巴！你是不是靠出口红的？你是不是靠出口红的？我拿的刀靠我的刀红的，我的刀砍你姑叫下来了，臭鸡巴！你来砍，你来砍，真的你来砍！哎，十二岁素质就这样啊！你长大后你是不是一直去强奸人的 ？AKK 是哪里？科大是吗？我不懂哎。AKK 在 KK 在哪里？我以为是那个 KK 那个店小。哎，你们不要开小号来跟我讲话啦！你有本事你开。我们这里全部大号哦，这里全部大号。是破盖，我在跟你讲话是吧？哎，我又没有回复你，你讲什么？鸡巴，你刚才没有回复我、啊，他妈的149个人在 record 着你，先给我看呐、啊，操你妈！你没有回复我、啊。哎，我又跟你讲话。鸡巴呀！哎，我跟别人讲话又跟你讲话，你又对号入座这么懒。你现在不要跟我讲话，臭鸡巴！一直臭鸡巴，臭鸡巴，你是不是只会这句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鸡巴短短是吗？我在家睡觉，我在床上现在。他妈的，我干到你老母也死掉他了嘛！
超嗨。你不要一直干人家啦，我怕你染掉大啊，干掉秒掉。没有办法啦，医生，他不要给你上。回家睡觉啦，你随时破两百人呐，鸡巴！我跟你讲了，我在家，我在床上。你又不要睡我，一直叫我回家睡觉，睡你懒觉。到你家吗？不要这样凶哎！有人给我关心。你出来干我啦！他妈的，不要注意在自己家。那是 kick 到我阿妈都不认得。有女生很凶啊。很凶的，你泰国杀手还好啦，击败。我开开进来，开开进来。丢，你要不要给我朋友上来？我朋友讲还要上来哦。你不配啦，臭击败！我现在我跟你 set 的，不是跟你朋友 set 的，臭击败。ACS 他讲你不配，你我帮你讲我的啦，其实。Jason 他怕你干他妈妈，你懂啊？他怕你干他妈妈。我干你啊！你的直播直接红了喂，你哪个？我给两百个人可以吗？我每天开来给两百人呐、啊，几百。你现在才多红啊？没有到四百多。你很阿达啦，很阿达。像 JC 破一千啊。八万一点点都很阿达，真的。哥叫你，叫阿妈几百，我扣扣要进来，操你妈这种屁孩，干你老母也几百。OK。Okay, 你恶灵呐！哦，你还鸡巴！被人家触觉出来了，微博。这里啊，这里我猜很多都是我认识的哦。哎、欸，你们帮我，你认识啊？鸡巴到一百多人。所以、啊。认识那几个人的、啊。真的，很多人，那里很多我认识的。我没有跟你开玩笑。叫你人打我喽！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十十一十二。哎，等下你死掉怎么办？这里两百了，你给我加了十个人是你的。二十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，有一半是我的瓜。你不再加两百呀，扑街！你不再加那两百人都是你的。OK。OK。全部进来看你是自爆了吗？这里两百人加了十个人呐，是不是一夜爆红？是不是？是不是一夜爆红？超级呗！哎，他爆过了，他跟那个 JC 一起 live。是啊，好不好？AC 是谁？说那个伯伯卡的头发了。哎、欸，你是不是九号的、那个？你是不是九号的？你哪一个？他一波，好像是。你哪一个？是不是九号的？哎、欸，你哪里的？老尾鸡巴，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子跟我讲话，你是第一个，死破该。所以喽，哎、欸，将来会很多人这样子跟你讲话的。以为你很大是吗？十二岁罢了，我喂，我十二岁能这样刮啦？我没有大到怎样了，我没有大到这样。你问人家我大不大了，干你呢？然后我第一个样子跟你讲话又怎样？有 K 过没？你 K 你老母啦！你去 K 你有第一个肯定有第二个的，真的。为什么不够哈刮？哎，小弟弟要玩什么？你跟哪里的？你讲啊，你跟哪里的？啊，我白底的哦，臭鸡巴，十个白底啊！你叫你白底来打我啊！你白底是垃圾，你叫打我，臭鸡巴，臭我出来打我啊！干老尾鸡巴，你白底的，叫你白底来打我、啊。你什么底啊，我算。白底是垃圾。啊？啊，你哪里的？你跟哪里的？啊、白底是垃圾。你跟哪里的？啊我不用跟的，你懂吗？林北江打的呀，跟来怎么？还是你要一个屌一百个，给你的。我像 YBB 啊，一屌五十千都不是问题啊，一屌一百千都不是问题啊。你是 YBB 一个一个屌，但是我比 YBB 厉害啊。你是不是比 YBB 厉害？强奸厉害骗钱？哦，所以你的家都是这样子骗来的呢？我强奸你了吗？我才送到你的屎泡盖出来。哈！我出生的时候，你还在你妈妈啊，你还在你妈妈的肚子里面喝羊水耶。是耶，那你有在树上？还是你根本还没有出来。我出生的时候哦，你那个精子还没有射出来啊！快点啦，我丢精子来打我来！拿你的酒后啊，是不是？掉你白底来打我来！你好，那是什么？国大国那什么巴鲁那边的？
真的，小弟弟不要这样啦，小弟弟，不要玩，不要玩挂针了，不要比数字。完蛋了，臭鸡巴，不要比数字真的。你要玩几大？哎、欸，他玩很大嘞，玩到 say sorry 的。干嘛呢？丢，我看不到留言了，说嗨。难叫电话丢掉他啦，死破街。哎、欸，你用手机买一架给他，你真有钱到哎、欸。是咯，你骗钱这样厉害，买一架给我，你理我哩。哎、欸，顺便买给我。欸、你中指很短，不要比中指了。来啊，我们吹灭来。那你一个地址？哎，多哥来了，你下去了，一个下去了，鸡掰！多哥他来闹事了，臭鸡掰！啊，我先下，我先下。天线是不是完全线？我开直播，你进来我直播。来，多哥来，妈鸡掰你！好了，不了了，到我是啊，臭你妈的！哎，两百多个人了，我开 live 都两百多人了，鸡掰！多哥进来，牛逼！你看到。厉害厉害厉害 ，OK 厉害厉害，这不是完全线是不是？我开直播，你进来我直播，我拉人你来跟我一对一。你等多哥来聊，你等你不要跑，你不要跑，你不要。多哥是那个不是跟 JC 一起教你啊？有看不到留言呢，说。妈鸡掰，他的 WiFi 像林央关掉 WiFi 啊！多哥来聊，关掉 WiFi 啊！你拉多哥上来呀、啊！超鸡掰，多哥来聊，给我关 WiFi， 我这种屁孩干你老母也鸡掰，白逼啊！不要热，温柔一点。你要跟我玩是吗？我陪你玩呐、啊！你要玩到几大来？超鸡掰，现在小孩子干你老母也鸡掰。哎、欸，他退了，没有人了。多哥来了，你关掉 WiFi 是吗？来，多哥是谁？你拉上 来, 来, 我来，你要跟我，你拉多哥上来，是谁？操你妈！你的西米兰教的屁孩，多哥就讲你啊，要爆红是吗？什么？喂，你讲话讲好了一点，讲正宗一点，我听不懂那些狗语，懂吗？你不要自我介绍了，干你啦！我懂你全家人是狗，但是你不用自我介绍，我懂你是狗。你要不要我带我狗来跟你讲话？有人问吗？有人问吗？有人问吗？你是不是完全欠？你替那个女的下去，你拉杰森上来。OK OK， 你替那个女的上去，拉了杰森上来，还是我开直播？你进来直播拉了你一堆。多哥要跟你讲话，多哥要跟你讲话，你不要跑。咦，我在问你，你是不是完全欠？你是不是完全欠？你有本事你来，你拉我的人上去。你没有人呐、啊，你现在两百多人了，你不要跑。你拉我的人上来，真的，你拉我的上，你拉我的人上来，是不是？我这里五个人皮，想要上来跟你一对一。叫大哥请到啊 ，take 大哥上来。我问你是不是玩前线？我是我问你不了。我开直播，你进来，我拉人跟你一对一，不要不要？不用吵，现在多哥要跟你讲话，我在跟你讲话，你不要给我吵，有吵没有那边？你要脸没有脸，要钱没有钱啊，扑街！我跟你讲话，我跟你讲话，你不要给我扯别的东西。我问你要不要拉我的人上来，要不要？你跟多哥讲话先，你不要跑，你不要跟林北玩前线，你要玩，我开直播，你进来，我拉人跟你一对一。这样你直播有比我认真吗？我就问你要不要罢了。你的人，你的，你的人有比我多吗？来，我在这里251位啊。哎，我跟你讲了，哎就是、你要拿，你要拿，你拿我认真来，你要不要？小弟弟，什么事？几百呀，这小孩子，他两个女生朋友在这边，他进来，他要，他要。他脸皮很厚，他要脸，击败他那边屌我，我干你娘了！哎、欸，拉我人上来你，哎、欸，二对一啊！他讲他白底了。我龙啊！来干我龙啊！来干我！在那边给你干。你很可爱啦，你敢拉你人上来，不敢拉我的人上来。
你扔叫什么名字？臭鸡巴！你叫你扔。那你垃圾声扔在上来，垃圾声扔在上来。哎，等多哥要进来，你不要吵。哎，你不要跑路啊，鸡巴你！我没有跑路，我叫你拉我人上来。等你不要吵，你不要吵你。Hello。哎，多哥在下一只啊，他两个女生朋友在这边，等啊。他进来，他要脸，他脸皮够厚，鸡掰，他要屌我。没有，他真的，你真的很乖吗？怎么你的，你是红人，怎么你粉丝这样少啊？温宝啊，温宝，你不要生气啦，温宝。什么？讲多一次。我讲你粉丝很少，你可以露脸嘛？我要看你帅不帅了。是不是看粉丝？post 没有咩？是不是 post 没有？你们是不是看不到 post？没有，因为那个 boss 你的脸太丑了，我想看真人的样子是怎样的，可不可以看的？其实我看你的脸也是很丑了，你不要讲我不了。你不要看我，我真的我不懂那个人数会上到多少，可是我懂你是干丑了，我干你就不是这样的人数了嘛、okay. 先讲啊，我没有很挂包，可是你可以看，是不是玩三对一？ Okay. 是不是？啊啊，没有玩三对一，管你玩几 P 啦！啊，我你叫你爸爸妈妈来跟我玩呐、啊！啊，我跟他们玩的呀，对吗？我爸爸妈妈的，你讲话没有用脑的，真的。啊！不要讲刀给你扯到爸爸妈妈，我们屌人不屌人家爸爸妈妈的。啊！哎，讲话没有用脑，我在屌你家人呢！啊，不给脸啊！我屌你喊干三屌，屌屌可以不要随便屌随便屌。反正我是屌人家的啦、啊、可以没问题。哎，开始录了啊 ，yes。喂，你开镜头了没有？脸看人是啊，喂，还是你太丑了喂。真的网爆了，我被网爆啊！各位，中文太丑了是吗？哎，你跟我比人吗？你超级吧，你的扑街！哎，你人下去了，要不要拉我人上来？我问你吧，要不要拉我人上来？你是不是要玩前线？你白皮了是吗？我问你是不是玩前线？你要不要拉我人上来？你要不要拉我人上来？你不要，我懂人是你不要。弟弟拉爆，我都讲了叫你人申请，你背路讲人，你人在哪里？妈的，我讲掉了，我臭鸡巴！惹人是有极限的，鸡巴你！有惹不起的没？啊，你讲你要四百人干吗？可以让我帮你破四百，我帮你破你愿望了，臭你妈！四百可以可以，没有事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啊，408。啊，开心吗？414啊！414哦！我跟你讲，你要四吗？你要四百，我给你过四百啊！你在开心吗？我讲要400，没有讲过，谁要400？到我啦！谁要讲？我不好惹，臭鸡巴！你那……哎，来杰森，你申请杰森。你人都不要上来呀、啊！你不要偷税啦！哎，小弟弟，重新拉我，我卡住了，重新拉我。申请了要不要啦？申请啊！问你申请了要不要啦？你朋友不要偷税脸呐！你懂我问你啊，这啊申请是不是啦？申请你要不要啦？我问你是不是玩前线？跟你讲，我认申请了，你又不要接受。你朋友，他，好了，我跟你讲，好了，公司我陪你混啊，上去被屌他。我问你谁屌谁先？我干你老子，屌他！那你现在不得空调你先？哦，OK 啦，你屌我啊，你够屌啊！讲真的是。所以你这边讲真的，你脸这样黑又这样丑啊！你这边要靠北靠布啦，讲真的，不要每天那边干硬布啦哈！你妈咪有教你吗？还是你没有妈咪？讲真的，还是你有爸爸抱？你是单亲的是吗？喂，你要红是吗？我问你，你要粉红是吗？好啦喂，你以为你自己很红是吗？你他妈400多个人看你下水，你以为自己很红啊？笑死我啊！400多个人看你，要么你爸爸，如果你妈咪走进来看到你在直播讲那些屌臭话，他都丢脸啊！讲真的，你还为自己很红啊？讲真的，不要丢我脸啊！说嗨。你真的以为自己很红呢？人家听不懂你们有什么事哦、啊、哎呀，你点惨啦，你抽你的烟啦，仆街，点烂惨啦！
当然他，你多你羡慕是啊，羡慕人家有家人啊，你没有。哎，那个你不要啥？给我讲讲。哎，讲真的，那个女的，哎，讲真的。哎，我的粉丝里面人叫你开 cam 啦，你不要说蠢。老果然丢啊！不是啊，太丑了，没有连见人，不敢看。要连没有连，要钱没有钱，要人没有人啊，干到位鸡吧！你是不是要人叫没有人叫？哎，讲真的啦，你没有人叫关什么事？干你干你啊！你十二岁好笑吗？讲真的。你在这边这样子做，你要四百人，你要五百人，我帮你破了，干你呐！一千要吗？一千有吗？是我要一千，我要一千，我要一千。几百干到位，几百跟你的破盖。我跟你讲，我要一千。你跟哪里啊？你叫你白底啦？我跟你骂嗨，你得白底的啦哈，你得干你干我啦，你得 KL 的啦，你哪里的？我不要拉齐，我要问你哪一个州。我开那个一把，你下来干我的嘛？哎，你讲真的，我上来没有要干人的，我是好好问他，他干我先的，你要想下，我是不是没有，我是好好问先一开始。哎，都哥要上来啊！啊，放一个人下去啊，放一个人下去。你下去一下子。没有，你给我在这边，你替我。他算你下去一下子，妈鸡巴！你替我这边个，你替我这边个，你拉到过山。没有，等下帮这个亲头像的那臭鸡巴的谁？鸡巴了，来有用没？一小孩子，我比你大，你不要乱叫小孩子。你妈妈是不是没有被啊？你不是有没有妈妈叫？是不是有妈妈叫？你有没有？你有没有妈妈叫？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！哎呦，可怜哦，又替我人。你要玩是吗？你要一千是吗？你自己讲你要一千，我帮你破一千来。你不要要脸没有脸，要钱没有钱呐、啊！要人没有人，要人叫没有人叫，要跟你那，你要家人都没有家人呐、啊！臭鸡！你人叫几趟？操你妈！臭鸡！干老味鸡巴呀 ！Hello， 吃饱吗？吃饱吗？吃饱吗？你老公不是在做工吗？你给我讲什么白底？什么白底？白娘鸡巴啦！然后你，然后我白底，你又以为好欺负，你又踢我人下去。你聊不过替我人下去是吗？是不是？杰西，你不要跟他们吵啦，可能是保红吧，不用去吵啊，不用去拉啦，看看就爽了。靠鸡巴呀，这么低啊！妈的！你要一千人，我帮你破一千人呐、啊，十斤呐、啊！你要四百，我早早给你破四百了，现在五百了。下线下线，你不要吵，知道没有？不要去跟他们吵，保红包，不要去吵，不要。斤呐！靠鸡巴！放下去啊！放下去啊！再放下去啊！扑街啊！哦，干你妈！你就拉你的朋友啦！死死要脸了，你懂吗？他脸皮够厚哦，干你妈不也鸡巴呀？会干人就干人啊，有本事叫来干我的嘛！